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要开始印光顺治皇帝战争史，请大家拍开战争史吼，伊安尼讲咯：雾开九州腾鸿杰，尽吞六国汉定基。古来多少英雄汉，南北三条五托尼。那么这段的战争史的意思啊，是咱顺治军呢。那么伊悬挂自古以来，这中国呢，始终是战争四起啊，无一时阵的太平时阵啊。伊呢有所感言所讲出来话啦，你也看有影呢。哦，有这大禹时代一直战，战到这个六国的时阵。晋江呢，隋朝、东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，甲即个民国以来，还搁伫安尼内斗当中。吼，无怪这顺治军呢，这位皇帝呢，伊心内有所感言呐、啊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。那么这大禹啊，本来就是伫这个风水呢有名呀、啊，伊在朝有八年呀、啊，哦。那么到这个夏朝时阵呢，哦，这个帝王是相当呢，这个霸道啊，这个勇军呢、啊，哦，到尾怎这个成汤的革命给打败了，哦，怎呢，这个朝廷才倒落去。到最后秦始皇佫出现的时啊，佫秦始皇吞六国啊，哦，真出名。到尾刘邦又佫爬起来。佮甲这个金条甲拍倒落去呢，吼、哦！皇帝一个比一个较猛啊！历代的君王呢，拢总是为了啥？拢为了爱做皇帝哦！爱做皇帝当中，就难免呢爱招兵买马、战争士气啊！所以唔单讲古来多少呢英雄汉呢？那么南北三条五托尼啊！这意思就是讲，在战争的当中呢，啊免不了呢，所以呢，伫沙场内底呢，大刀像呢硬斩硬劈硬斩的呢，结果长头长头长脚长脚，哦哦受轻重伤呢，迄不计其数啊！你来看，战争最无情啊！战争死亡人数是要安怎斗量呢？无得斗量。是战争的较地，思想的片野血流成河啊！所以无怪顺治皇帝呢，伊有所感悟啊。无贵为一个皇帝好啊做到啊，为安怎呢？伊想讲要出家修行，有所感言呢。我相信顺治军呢，伊相当有善之人。你看有真济人战争战甲死来运气哦。朝帝被灭亡了，嘛一心想要个所有的复明啊，原在哪里？无现金。好，注意看好，佮看好。禹即是夏朝开国之君王，治洪水呢有功，在位八年。这个九州就是古代分中国为九州。历代不同，夏朝是鲧、氐、青、齐、武、金、雍、雍、
牛、青鸡、九九啊，这个协调武王的中国版图就是这个九九啊。哎，就有看吼，总共一句，这个、大武皇帝呢，伊算是夏朝的君王啦、啊。伊大朝时阵，伫这个洪水呢，哎，有功劳啊。伊在位是有前后八年啦、啊，吼、哦。九九九九，就是甲咱所念遐，迄是过去呢，协调伊国家的版图范围内底啦。安尼最了解啊吼。好，雾开九九啊，汤凤杰，汤凤杰是要怎解释呢？这专有名词哦，来看好。汤凤杰，这个杰呢，是夏朝最后的帝王。在位五十三年，暴虐呢无度，上朝升天起义革命，下朝灭亡，被捉于南泽，下朝因此灭亡。这个升天呢，是上朝开国的君王，名叫做李，下朝灭亡，暴虐无度，升天起义革命。成功占有天下，在位十三年。诸位看有清楚啊？这段是讲了国家和国家之间，哦，伊想要做国王，拳头要大粒的人呢，摕去食啦。吼、哦，今麦人讲做枪杆子之下呢，哎，出人何用呢？哦，我有钱呢，哎，我就有机会做王。哦，我的。兵马愈强愈大呢，就机会做王啊！哦，这款的可怕的观念啊！总共一句，这个杰就是夏朝最后一个帝王啊！伊在朝五十三年呢，和将功李家的属龙公相军权六朝了后，当然伊私心私欲作怪呢，就暴虐无度啊，民不聊生啊，生灵多贪啊！百姓过的日子啊，是水深火热啊，是到最后上朝这个升天就出来革命啊。哦，革命在家地，下朝所有帝王呢，被人家赶，赶到到这个南泽的所在。在这情形之下，这个下朝最后就灭亡咯。哦，哎，就了解吼。那么升天是啥身份呢？伊是国王。是上朝开国的君王啊，伊的名叫做李啊。哦，那么下朝伊这个灭亡呢，伊暴虐无度啊，所以也免不了引起着后边人的不满呢、啊。因此呢，升天也就是上朝这个开国之君呢，那么伊出来革命，最后成功占有了这天下就对了，在朝前后十三年。哦，譬如讲呢，民国以来就好。哦，每一人想要做总统啊，想尽办法就是想，就安怎，私心作怪。哦，要掌控这个军权，掌控这个国家的政权呢，因此呢，互相之间就勾心斗角、挑拨离间呢，不容是非，是不是啊？最后就是伊要做王啊，所以甲咱讲，搁在。拳头要大粒的呢，摕去食。哦，即卖人叫做枪杆子之下的革命。哦，你若要做王做君就对了。那么，这顺治皇帝伊知影讲这个，哦，原来啊，历代帝王免不了有私心私欲，目的就是咩？控制天下人民百姓，家己要做王，伊私心作怪啊。哎，顺治君就有所感悟咯。好，注意看好哦。用秦吞六国，汉定基是咩解释呢？来，咱先看秦始皇，哎，伊背景哈，来看好哦。秦始皇姓嬴，名景，为秦朝统一中国的君王，在位有三十六年。废掉封建，立这个军官，夺万里长城，北击匈奴，南平闽越，使着中国
的强限呢更加扩大，为秉性向力呢，将正以行杀为威啊，焚书刻儒，舍亲护俭，求见持福，求不输妖，不过便宜杀丘。注意看呢吼，这就是咱家金金书红呢，伊个历史背景小个个注意提醒一下呢。哦，原来金书红伊姓嬴啊，名叫做嬴。当然，伊是金朝统一中国版图是上得大一个阔，了不起是君王啦。伊前后在朝做皇帝呢，都36年啊，废掉过去中国封建的思想。入了各官的呢，叫军官。上出名的就是呢，伊建立了万里长城啦。听讲走去云游，甲看咱地球咧吼，万里长城都伫这地球内底看真明显呢。吼、哦，是功德还是过身呢？自古以来变成呢，大家拢谈的问题啊。北界匈奴啊，南边呢，这闽越啊。好、哦，你看版图外扩大，是中国这个强县呢，非常广阔的。哦，所以有无功劳嘛，有苦劳啊，甲中国版图并存得非常快的。不过秦始皇伊的个性哦，非常暴烈哦，好、哦、个性真歹呢。遐坐当遐无代无志哦，伊拍刀啊、钝刀啊呢，好、哦、成阿修罗呢，有够歹。那么伊在将军的过程当中呢？拢共行啦，毋着抬啦，剁脚剁手啦。所以在迄个时代呢，有一段时间呢，伊将军好人民百姓做好伊，好伊就是怎，大家惊死啊！哦，伊主张呢以武治世啊，毋将文治世。所以呢，伊甲四书五经呢烧真济土角去。哦，啊，儒人呢，伊往往个乌一空个呆呆，活呆就对了。所以世间有名的一个护驾啊，后来呢，这秦始皇伊嘛惊死啊，伊就派这祈福先生呢，率领了500东南东路呢，向东边哦，离开这大陆的半岛啊，向东，也即卖东印，即卖日本就对啦，我们求这不输妖。那么历史上是咧记载啦，甲最后这祈福这帮人呢。伫东印的所在，也着日本迄所在呢。讲做大风、大海、大海阵起海涌呢，一帮人拢冰冰伫海底，游会起海顶就游去，游袂起就会死去啊！哇，变成演变历史上讲有这日本国、日本人呢。哦，啊，所以日本在迄时阵啊，拢用这中国字啊，所以较讲嘛有一个呢血缘关系，有这文字关系啊。哦，求不输又不行呢，最后嘛伫个沙丘所在呢来往生去了。一代枭雄秦始皇，哦，吞玉功呢，嘛在这个性命无常当中，身不由己来命中去啊。哎，你就清楚吼、哦。所以一代的霸王霸君呢，那么免不了嘛受这生死无常是吞食去啊。哦。所以咱修道啊，好啦，互你光宗耀祖啦，作为一国之君啦，嘛免不了无常吞食你一生的皇宫威业啊。所以到最后，也阁是咧修道较好啊。好，听好哦。秦吞六国是对六国呢，来看好。秦吞六国，六国者，战国时代，齐、楚。韩、魏、燕、赵，称为六国。哎，注意看个清楚吼。讲秦始皇吞六国，六国是对六国呢，就甲咱讲遮。哦，好，搁听好。搁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韩定基啦，是啥物事？韩定基呢？来注意看好下。韩定基，韩家。汉朝开国君王刘濞是平民出身，将秦国灭亡，因此定位历史上称为汉高祖。诸位有看呢吼？
汉登基，简单讲了，汉高祖也是刘邦呢，率那些大兵呢，打倒了秦始皇与帝王啦。哦，加做皇帝啊。不过历史上对这刘邦的评语呢，也阁算未歹。伊一个平民出身，起来做皇帝啦。哦，甲这秦朝灭亡了后，家己登基。哎，刘邦的历史也是未歹呢。好，比如说现在陈水扁总统啦，他也是平民出身的啊，所以变成在台湾报道里面的一个美谈啦，很受人欢迎一个总统啊。好，就这样。那么顺治皇帝呢，看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的兴起，一个国王的灭亡呢，他看在眼内，心内有所感言，他就讲出他心声。伊人讲，自古中国以来，历代君王人人想要做皇帝，掌权夺位作怪，因此动员招兵买马，战争四起，无有主席，无辜的百姓生灵涂炭，死伤不计其数，受宰殃的天下苍生。无量无边，真是三宝世界的福劫。哦，顺治君啊，伊内心是福定的慈悲，人民天下间的重生啊。哦，你看自古以来，哦，长江的水呢，后浪推这前浪啊。哦，前任的皇帝做了了闪失呢，就要颠覆，要拍后倒。给他给掌权来统领人民百姓啊。那么是用心是好是歹呢？总是呢，为了做皇帝呢，招兵买马，打死所有兵马呢，夺取政权了后，免不了人民百姓最大伤害啦。那战争呢？哦，那伊即卖人讲的战争呢，遐头部拢坐飞机爬起来走啊，因为世界各国拢看得到。啊，战争啊！哦，总统诶，率领伊诶文武百官，有钱诶，有办法先走啊！战过咧，甲地啊，人民百姓先死亡啊！人民百姓永远是输家啊！所以啊，战争无好待啊！真正战争无好待，即难得呢，顺治皇帝呢会有所感悟。好，就听哦，会带来即战争诶多兵将呢？因此尸体片野血流成河呢，最主要有两大元素。对两大元素呢，来看好。第一，现生五执五见之私心；第二，杀生因果循环的见证。注意看嘞吼，咱人的私心、私欲、五执五见个作怪呢？哇，高心道格想要做皇帝呢，因此免不了战争咯。好，看好哦。人类的私心私欲，一心想要做皇帝，想要做总统，因此争权夺利，直接干涉有形无形的高心道格，包容是非，挑拨离间。带来战争流血的刀兵剑，全部是想要做头目，想要控制人类的五执私欲作怪，有道理无啊？非常有道理，不但有道理啊，也道出了自古以来想要做皇帝的私欲的心态呢。你来看，你来看咱即个台湾的社会就好了，为了达出呢伊的目的。夺取伊个政权，夺取伊个权利呢？因此无惜一切，伊家己直接也好，或者是由第二者、第三者干涉也好，有形看会到也好，无形使弄是非也好，最后就是咩呐？甲你离间、挑拨离间呢？因此啊，最后杀伤最厉害，也是这帮人呢、啊。所以整个国家内底掌权的其实无几个，那千多人以来啦，啊，你个缩缩到尾，哦，变一两粒头而已啊。
所以呢，这带来战争呢，哦，这君王爱负足大的责任啊。所以呢，拢是众生人类的私欲、的私心作怪的，无唔对。好，一带来这战争、尸体片野、血流成河，第二款理由是啥呢？杀生因果循环的见证。哦，介明显，杀生就是世界多病劫所有的原因呢。所以一个开悟见果的圣经呢，叫做缘分禅师呢。哎，人家讲咯，缘分禅师因，千百年来万里间，万金四海心难平，欲知世上多病劫，但听多闻也半生。注意看清楚吼，相当有道理啊，无道理如何留在这大众顶内底呢？句句格言啊，字字拢总是咧做有名啊。用千百年来万里间，哦，咱自古以来，哦，无下苦人。哦，啊，这样有现金，在阿未有现金以前哩呢，千百年来多生累劫以来，哦，换来滴呢，嗯，鸡肉、鸭肉，哦，海产，哦，食臭物件、食假，欢喜个半小时去。但是你敢知影？万亲四海心难平啊，这温暖结亲啊，这么两个弱肉强食，你强个提起食。哦，较薄弱个团体，输个人呢，互你抬，互你留，互你挂呢。但是因为心难消，哦，这温暖结亲吗？心要叫伊安怎消呢？抬伊个性命，食伊个肉，啉伊个血，刻伊个骨。你讲叫伊温暖要消困难呢？心要叫伊消难呢？伊是未反抗，反抗也无落来。你强过咱一个势力呢？见过伊啊，比任你栽瓜，所以温婉是难消咯。阿妈若因缘欢喜的机会，卡低嘛就多变劫了，拢都是安尼来。所以啊，你只要抬伊，来世换伊抬你啊，因果循环的这么一回事啊。啊，免不了咱这传统上有一句话讲：食人半斤，行人八两。八两含半斤是同款的呀，画上等号啊！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伊个讲哦，欲知世上多病劫，但听多闻也半生呢。你来看，看世界战争四起呢，哇！一中东战争，哦，南韩战争，北韩战争，哦，欧美战争，哦，阿根廷的福克兰的战争，哦，抗日八年，甲阿强个战甲死来混去，欲知世上多病劫啊，但听多闻也半生。多病劫为对来，甲杀生有直接的关系，同时佫食色不可分的关系啊，直接的关系。暗时啊，咱阿袂困醒呢，哦，厝边隔壁太低太矮。怎么用机械啊？哦，在古早时代，用手在抬呢，在撩呢呢。迄鸡啊哭的声，鸭哭的声，嗰是讲的劈呢，啪啪叫，啪啪叫。啊，底下呢，咣咣叫呢，世界呢，哀声叫绝呢。这个但听多闻也半生，多闻就是低噪、低噪、压噪的啦。哦，三更半暝，咱要去困呢，伊就在去抬啊。哦，有人讲。你嘛转一个职业的呢？伊讲，啊，我无抬别人抬啊，吼，你有实种诶，但是呢，唔好怪你啊，阿麦因果你就知，哦，人都爱食啊，我爱抬啊，吼，总是有道理的。总讲一句，世间的多病劫，含这个多灾呢，哦，有密切关系，哦，所以当初看这迹象呢，我感触真多啊，讲。欲知世上多病劫啊，但听多闻也半生。三更半暝，咱咪困醒呢，
人就开始咧自业啊，抬猪、抬鸡、抬鸭呢，底下是呢哀声叫绝呢，叽叽叫呢，鸭是硬撇的呢，哦，底下是呢硬哀呢，哎呦，半暝啊听到你卡不灵气呀，哦，佮听一遍哦，伊安尼讲。官魂闪输赢，千百年来万里行，万金四海心难平。欲知世上多贫贱，但听多闻也半生。听你家己，我哩心会恐慌会惊吓。哦，所以有杀生的人当然伊惊，修道人未触犯这个杀生的果报。伊就唔免烦恼咯。总讲一句，杀业造成因果循环，这是你我大家无啥物争论的啦。然后投胎转世去了世界各国，甚至投胎为这六道轮回去呢。那么以后那出姻缘，哦，果报就产生咯。哎，你做清楚吼？好，注意去看好哦。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，世界已经发生过两次的世界大战。在两次的世界大战当中，人类死亡率呢超过古代的战争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人类的死亡超过3000万人，战争时间有4年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死亡的人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严重，时间有9年。吼吼，注意听了吼，有影。自从进入了20世纪以来呢，世界战争大场哦，世界战争哦有2次。哦，啊一次比一次较严重啊，甲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好啦。这个世界人类的死亡在战争的当中呢，竟然超过3000万人啦！哦，比台湾人民百姓较侪呢。咱台湾才2300几万的人口，啊，世界战争战得较侪呢，死亡的人类呢有3000万人以上，比台湾人搁较侪啦。吼、哦，时间呢都4年啊，迄第一次世界大战哦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，死亡的人口呢，佫胜过3000万人啦。好、哦，即卖呢，你看日本都掟两粒原子弹落去啊！哦，这广岛呢，也佫有这个呢，长崎啊，掟这两粒炸弹落去呢，这两个都是四项因素呢。哦，燃烧量哦，比这辐射线下流呢。迄、那个后遗症，迄个毒呢，甲即卖呢，迄、那个所在讲讲未生草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大个生出囡仔呢，互辐射线射了呢，生出囡仔畸形的，无目睭的，无脚的，无手的，畸形怪状呢，带来互人类足大浩劫啊，战争真无情啊，真残酷啊，所以啊，这一切战争的多兵劫，佛祖甲你讲过了。拢总是呢，拢有杀业来，害一切众生，人甘人拼度，人佫害众生，因就感召因果循环所产生的对立呗。所以啊，咱千千万万啊，莫忘记了世界战争总是无好代。好听哦，加这现代史就好啦，在这半世纪内底呢。所带来战争连连四起呢，哦，骨来威呢，来我念你听一遍，看好哦。现代史在这个半世纪内底，战争连连，第一，有越南的内战有9年；第二，韩战的内战呢，佮第三，中东的战争；第四，伊朗跟伊拉克的战争。第五，英国、阿根廷、乌克兰岛战争；第六呢，老蒋的中日8年的战争；第七，老蒋的跟中共的战争；
第八，欧洲国家的战争。第九呢，苏联与德国的战争呢。哦，佮大大细细，真济佮无得入呢，但是即较有名诶，吼、哦、较明显诶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出战争，总是呢由即个杀业所引发出来啊。你抬我，我留你啊，这永远都无止息的恩怨呐。好，注意看哦，杀业造成因果循环。各自因缘投胎有恩怨的国家，然后在无形中呢继续激发战争。毕竟哥哥是凡夫众生呢，受私心私欲业力所支配，身不由己啊！有影无？有影。你抬我，我抬你，然后这因果就构成咯，会循环落去咯，然后。按照个人死亡了后，要业力呢去投胎有温暖的国家去呢，无形中呢，无来无去，继续激发了这战争呢。哦，是安尼来呢？所以啊，拢是凡夫众生以私欲、以私心呐、啊，要夺取这政权为目的，伊家己嘛业力身不由己呢。哦。欲罢不能呢，有当些人讲，这个众生强念呢，所困束之下，唔是你袂有咩问题。人讲坐轿的要落轿呢，光轿唔爱落轿呢，有当不甲变呢呢？众生这个无形的强念所困束吼，业力支配呢，何你身不由己？哦，真正无好待啊！我联想到这诸修禅师。一个开悟圣经呢，伊老人家安尼讲话咯。诸修禅师云：世上度杀生，随有度病劫，富命三年身，欠债还你体，离散你车主，残破他自血，报应各相当，生意听佛说，恐听你个地呢？卡袂灵气啊！听你家己啊，又爱又恨啊！听你家己感触真挚啊！听你家己大快人心，要听嘛啊，听下；要看嘛啊，看下。甲你真理讲啊，清清清、明明明啊！甲世间的因果呢，一语道破啊！哦，所以诸修禅师，这里圣经安尼讲啊。讲世间上有种种的杀生的原因呢，因就着带来所谓毒病劫啊。家都已经有破灭破灭讲过啊。好，除了毒病劫以外，像你有杀生、太鸡、太牛、太鸭，哦，太畜生以外，搁伫世界战争的当中呢，都杀死无数的性命。安尼来啊，如果呢？富人的命的人，就抬你身躯啊！这个富命呢，就欠别人的性命，欠别人的性命债就丢了。哎，你被人抬呀、啊？哦，啊，你看，在作者刀兵劫内底呢，伊无阵亡的，在刀兵劫内底无死伤的，这款当然刀枪累劫就无杀劫啊，因此刀劈了，哎，这个杀劫是可怖啊！是不是啊？你这强业内底不强业啊？虽然战争死甲遐济人，但是你就无死，反正甲着青筋尔，爱是刀亡尔。这就是讲你杀业较轻呐、啊，啊杀业重的人，负命杀你身咯，欠人的性命的人，你就比人抬呀。哦，啊你欠人的财神人，咱就放火烧你厝啊，有无？自古以来战争。唔是杀人，就是放火烧厝啊！你若有咧强业、有咧业障的人，有咧做咧业因的人，自然做了欠人的债务呢，就必然烧咧厝啊！真公平啊！伊个讲啊，离散你车主，
哦，你生生世世来讲挑拨离间、拨弄是非，哦，甲人个妻子分离人，你在战争个当中也好，或者是呢伫太平天国时阵也好，总是人有才调，甲你妻子分散呢，甲你翁仔某分散呢。你也看战争是原来无情啊，但是无法度，哦，战争拢就是战争个强业所惹起个。哦，所以人家做着歹代志呢，你茫随着别人而欺负啊！你如果若随着别人欺负为食呢，到最后你参悟这穷点呢，后摆呢，发建议叫做你吃不完兜着走，你食袂大，你有因果啊！所以人家挑拨离间，互人去挑拨就好啊！哦，人家包容是非，叫人包容是非就好啊！哦。人会做着无情的政治，还去做道啊！你茫参悟，阿麦咧，你的自然是有这果报啊！雷公背心袂离啊，双手背袂离啊，要哭无目屎啊！哦，变成一个政治的牺牲品啊！所以呢，会离散你的妻子啊！哦，所以千万咱呢，或者世间内底呢？以真理过生活就无唔对啊！报应报应呢，各相当啊！哦，以后你呢，食人半斤，行个半年。哦，你杀人一条性命，后摆嘛爱行一条性命。公平公平啊！在因果报应之下，人人公道公平。袂讲你食人半斤，行人两两啊，这叫做无公平。迄亲啊哦，哦。这边人五斤，这边有人五斤，这边八两，这边人八两，啊，你欠一两呢，就起公平去啊！唔是这边加落，就这边加落，就无平均啊！因果循环，因果报应，也是像亲啊同款的呢，平平啊，平平啊，公平公平，报应平等啊！只要你无做，无做就无因果，无做就未报应，哦，啊有做。报应连连，叫做公平啊！所以凡夫众生伫这迷惘当中，伫无底当中呢，拼性命去自验呢。等到个胳膊现前的时阵啊，脚抓手抓咯，紧张咯，恐慌咯，已经未付气咯。哦，已经未付气咯，叫做已迟啦。吼、哦，已经上班啦。好，这个听好哦。讲到最后，咱日本就要讲一句话啊。世间，世间嘛，本来就一面的因果，活跳跳啊，活跳跳因果啊。所以因果，你要甲相信嘛是因果。你唔相信因果嘛，因果嘛是存在啊。所以因果唔是信唔信的问题啊。你若信因果。因果嘛，完全存在啊！你唔相信因果，因果嘛是完全存在。所以因果是世间的真理、世间的真相、世间的本来面目。你唔是你信唔信的问题，信伊嘛存在，无信伊嘛存在啊！哦，所以定讲一句话：你唔相信因果，就等于含自己打擂台。你唔相信因果的定义呢？你含自己过不去啊！你唔相信因果的定义，你自己呢？含自己唱反调。你唔相信因果的定义呢？严重对不起你自己行为的责任。哦，那问什么原因？因为啊，因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因果。离开生活无因果，离开因果无生活，因果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因果。因果跟生活唔是两样物件，是一体物件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张叫善于讲说因果啊，善于讲因果人，就善于了解世间的真相，世间的真理啊。我常讲啦，有人毕竟唔相信呢，吼、哦。我讲唔相信不要紧，我讲你相信。过去成长，咱慢些讲，未来慢些讲，因为讲出你听唔捌，
你也无法度相信，我讲金星因果你听。好，我甲你娱乐两句啊，赞叹两句啊，甲你夸奖一下呢。哦，你足欢喜，对如本法师印象介好哦。如本法师讲话有两步七啊呐呢，伊腹肚内有一个目水在烧。你甲我娱乐对唔对？好。你会甲我娱乐，就是因为我有点迄音落去，我先甲你娱乐，甲你娱乐就是因反倒转来呢，回馈我呢。你会阁甲我娱乐赞叹我呢，迄就是过啊。好，啊，我在这所在无你要求，委屈你，讲些尖酸刻薄的话呢，对待你，结果你恨我一世地人。这个如本法师哪呢，话乌白讲哪呢，讲话无根据的是哦。因就对我印象歹，安尼呢，就是因为事先我有讲话，给你刺激了，吼、哦，给你伤了，迄就是因。结果你对我印象歹，歹就是果啊，敢唔是因果？活跳跳因果伫你生活点点滴滴，食饭言谈当中化无因果，明明北京语讲叫啥呢？哦，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呢、啊，有目睭青的人啊。哦，唔敢面对现实啊！哦，明明就是因果，佮化无因果啊！还有，我、哦、这或者有智慧人会怜悯佮同情你。好、哦，好，佮听好。开快车就是因啊，发生车祸就是果啊。你若无开快车，哦，闪躲来不及的话呢，哪里今仔日会发生车祸呢？你反应袂倒转来啊！开快车就是因反应未倒转啊，来不及，因就撞袂起啊呢，就是果啊，噶唔是因果。有人讲如本法师啊，人阮唔是安尼哦。我开快车，但是目的地铁闸狗，伊铁闸狗就是果啊。讲，安那达讲的话有道理的少，唔过啊，这是善的好一面啊，啊歹一面你无顾虑啊。有影，开快车就是因目的地，但先到就是果啊。你老家真正辩才无碍，不过你唔忙，定行暗路，定行暗路会拄着鬼哦。哦，唔惊一万，上惊万一咯。我看也阁是照着呢交通规则如法如律呢来做较好。无呢，你踏着铁板碰着顶的时阵，站着牛屎的时阵，拢袂呼气啊。发生车祸你变怎？伊听听讲有道理啊，佮听哦，腹肚枵就是因啊，食饭饱了，腹肚就是饱，饱就是饿啊，食饭就是因啊，是毋是啊？认真读册就是因啊，结果榜上有名就是饿啊，唔爱读册，步啊排站脚车边啊，就站去走甘蔗园啊内底偷食甘蔗，唔爱去听老师讲课啊。啊，结果榜上无名，无名就是果，唔读册就是因啊，敢唔是因果？哦，好，我好好啊呢，伫社会上打拼努力，打拼就是因啊。结果伫社会大众人群内底，台湾有一片天，台湾有我立足的余地啊，这敢唔是因果啊？无唔对。我好研究三藏十二部教典，结果我了解佛法的道理咯。好研究如来教典就是因，了解道理就是果啊，无唔对啊。我好念阿弥陀的圣号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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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念阿弥陀。念到无杂思妄想，清净的本性显露。这就是因啊！到最后累积了一切念佛的功德，在我报名中的时阵，成蒙西方三圣的接引呢、啊。阿弥陀的接引就是果啊！在生念佛就是因啊，敢唔是因果啊？我好啊，参禅悟道。对着四禅八定的道理摸不清楚，三界见识摸不清楚，最后我普上显性，发心显露啊！
好啊，参详就是因啊。结果最后明心见性、开悟证果，就是果啊。敢毋是因果呢？所以啊，如本放眼观看世间，不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，看遍了天下间一切真相的，无一样物件会当脱离因果这两字啦。我这样讲，你摕出来我看。世间讲这样物件毋是因果呢？我刚开始敢打赌就丢了，找无一样物件毋是因果。拢在因果当中循环不息个，后壁还有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呢。哦，所以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呢，这讲起来又个回头长咯。哦，譬如一日来讲呢，如本是果，但是果中带因呢。我这世的人就是呢，过去古那世以前所做业因。感召投胎转世，伫父母的精血内底，哦，含我意识业性呢，三项的结合，构成一个四大五蕴之体啊，这是果报啊，哦，过去所做因，今生所受果啊，哎，果中有因，我这世人固然是果，唔过我这果报的身躯呢，会当作为因，我若好啊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八分命中，但往生甲阿弥陀叫世界去，往生甲西方叫世界去，就是果啊。哦，啊果会当当作因为自啊。哦，啊因中带果。哦，我这因就是过去无量劫以前所做业因所感召的果啊。啊，这果会当当作因啊，好啊，用功修行，后摆当开悟证果，成就佛道啊。这个果中带因，哎、欸，你就清楚吼。啊，世间事也同款，我今赚真侪钱，哎、欸，有钱大富贵就是果啊！啊，这果用这钱去以福培福，以福去造福人群，搁去投资做有意义的呢，后摆搁赚较侪钱的。哦，这果中有因，因中有果啊！这世间本来就在这因果循环当中呢，也周旋不出啊，因果是这么一回事啊！还说呢，三世因果呢，那说呢又有头长啊。总是呢，因果有浅的，有深的，有不可思议的，这样就清楚吼。哇，那清楚呢，听到如本法师法这话呢，你就准备好收担哈。读册囡仔应当读册呢，就去读册。好读册就是因，以后伫班上第一名就是果啊。啊，若做工课，吼、哦，即所有嘅善男信女、属龙工商呢，就准备去上班啊咧。明仔载呢，顺治皇帝战争时第十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呢，同时间再会。